那就是台湾的原创作品，艺术领域的小鹿宝，就是这个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尾巴。之前呢，都跟大家开箱《海贼王》的 GK 模型，今天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，那就是台湾的原创作品，异兽领域的小鹿宝，就是这个啦。那我会买它呢，主要是被它可爱的样子呢给烧到，真的是超级勾嘴的。那刚好过年前呢，它有一个抽选的活动，那我幸运的可以有购买的资格可以买它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吧。那我会不定期在周四分享 GK 模型公仔等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开启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发布。那我们进主题吧。那它这个呢，没有太过复杂的设计，那盒子就是很简单。那前头呢，就是贴着小鹿宝的贴纸，那上头呢，就是异兽领域的那个神鹿的图样。那我们就来打开它吧。那它里头呢，非常的贴心，用这样子气泡袋包装，但很明显看得出来它蛮大一只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次的小鹿宝，那它这就是汉堡的皮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有点渐层色，然后它还有芝麻，它上面就是它的鹿角，然后还流着鼻涕，有没有？超可爱。然后再来就是内馅，就是汉堡肉啊，然后那个甜那个黄椒跟红椒跟生菜，然后底部呢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整个很可爱，圆圆滚滚的，然后耳朵里面也都有雕刻，这样子一点都不马虎。然后它盒子里面呢，还有附赠一张，就是盒子上面的那个贴纸，超够追的。那最后面会给大家细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，这样子。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这个可爱的小鹿宝呢？那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到这里啦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下喜欢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给你喜欢这种小东西的朋友们。那另外记得订阅、开启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发布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